如果有人问我，那些艰难的岁月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想我只有一句话回答你，我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，那就是想死却不敢。我对自己开了一枪，受了很重的伤，可能或许因为恐惧心里开始发慌，或许因为某种原因一时头脑发晕，其实早就想离开了，只是没有决心。好吧，让我讲讲，让我慢慢想想，我是怎么结束生命，痛苦怎么疯长。这枪口有点冰冷，这黑压压的弹孔好像它在催我快点，时间需要节省。起初对你有点留恋，曾经眼前乍现，甚至还会有点怀念，我曾爱你一遍，开始还对生活我不舍，付出汗水未果，后来我才明白是生活抛弃了我，爱情没了，事业没了，我成哭几回了，这家也没了，命也没了，我也太倒霉了。我拿起拿枪的手，我对准自己胸口，我静静勾动扳机，是那么熟练顺手，砰的一声，不再计较得到的多与少，多少又能怎样，做个鬼有多好。原来结束如此简单，并没有什么不安，比起往日那些悲观，这种方式一般。我猜我会不会死啊，没有人多指啊，我的血都喷出来了，染红了牙齿啊，瞳孔放大，站在亲属这种眼神很酷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，可是死不瞑目。